这两天呢都不太舒服，呃，有点嗓子疼。 女子一家四口在泰国感染奥密克戎，跨年聚会中招，大人孩子症状不同。井号全家在泰国确诊奥密克戎，女子发声。井号正在泰国苏梅岛的北京女子端端讲述中招全过程。我希望能帮助到大家，我们全家都被确诊奥密克戎新冠了，目前我已经转阴了。 二十九号和朋友一起吃饭，其中有个朋友没有打疫苗。三十一号晚，包括三个孩子，有十一个人在我家跨年。当时得知二十九号那个没打疫苗的朋友确诊了，我们赶紧自测，都是阴性1。一号有人开始发烧了，我们几个人也感觉喉咙不适，但是还都是阴性。二号发烧的朋友确诊了。 我们还是阴性三号，我和儿子确诊了，全员去医院做核酸，两天后出的结果，除了我女儿十个人全部确诊，我女儿四岁，没有打过疫苗，最后是在七号上午确诊的，比别的人晚了四天。我想说一下这个奥米克戎 Omicron 传播性巨大，我们生活在泰国，泰国从去年开始每天最多两万多确诊的情况下，我们都几次擦身而过。 相比之前的德尔塔，这个新病毒防不胜防。我们后十个确诊的七个大人全部两针疫苗。最后一张图片就是巴提亚排队等着住院的照片。我所居住的苏梅岛，全岛连试纸和一些药都已经卖光了，可想而知多严重吧？已经大爆发了。但是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不要惊慌，好好防护，不要像之前德尔塔时期。 在外面用餐不戴口罩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，还是能安全防护的。即使得了，也不要惊慌。奥米克戎传染力大，但是症状非常轻，和平时的感冒差不多。成年人都是先嗓子痒或者痛两天，然后会发烧。十一个人只有我老公是没症状的，发烧基本都是三十个小时，退烧药管用。我只烧了一次。 吃了退烧药就好了，退烧以后还会延续感冒的特征，嗓子痛，有点猛猛的。有些人身上会有点痛，没有呼吸困难，没有肺部的危险，没有疲劳感，没有失去味觉，有食欲。基本上你平时感冒啥样，这个就啥样。感冒好得快的人，这也快；感冒走嗓子发炎的，这也是。我是有鼻炎，唯一不像感冒的就是发展素。 度要比感冒快一些，莲花清瘟吃的人会比没吃的症状轻一些，嗓子没那么痛，基本消炎药没太大作用，嗓子喷雾有用，化痰片有用，中药类的去肺火的都有用，大家可以备一些。现在说孩子，这个病毒不像之前的新冠，孩子会无症状或者不容易得，奥米克戎孩子也很容易中和大人一样，但是症状完全不一样。 我们三个孩子，四岁、六岁、八岁，都是先说肚子不舒服、肚子痛，然后发烧，发起烧了会吐，吐很多，会把吃的喝的全吐干净，只会吐一次。发高烧三十八点五以上，吃退烧药也只能退到三十七点六，半个小时以后继续烧，药物里降温，差不多烧三十个小时就会退烧了。退烧以后也不会有呼吸道的不适，没有嗓子痛。 感冒的特征，孩子应该是走肠胃，这个病毒会在体内会霍霍四四天，基本就走下坡路了，好的也快，多喝橙汁，多喝热水，补充锌，补充维他命，第三补充维他命 C，补充蛋白质，多睡多吃。